大家下午好。再等一下子啊。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在，当然这个是，我们很久没有介绍我们的 Oakley 的，这个是应该是 MCO，宽松过后的第一个 Oakley 介绍视频吧，我觉得，应该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介绍新的款式了。今天会，介绍一些比较，形状比较特别的，也比较大的，给大家。这样子让我整理一下，总共有四个颜色，总共有四个颜色。Hello，大家好，大家好，刚刚进来的朋友可以帮忙你们啊，可以请你们帮忙 share 一下吗？这个 live，share 一下，share 去给你的朋友。如果你是Oakley 的 fans，你可以把这个 live share 去给你们的朋友，给你们的朋友看一看。今天会给大家介绍这款是叫。Porter，Oakley Porter。OK，我们看第一个颜色是这一个，第一个颜色是这一个，这个是黑，其实也不算黑吧，这个是，算 dark grey 吧，很接近黑了，算是就是这样子的颜色，也不算是黑，grey color，这个是 grey color，所以这款的 shape 就比较。特别一些，它这一个部分就会其实是蛮像 Sutro 的，在这一个部分，这一个角。那当然这个是 Two Piece 了哈，这个不是 One Piece 的。旁边是这样子，旁边是这样子，可能视频不是很清楚。给它的里面这一边呢，它的角的里面其实这边是 rubber 的，啊对，这边，所以你们会有看到有点色差。这边是 rubber 的，里面这边是 rubber 的，所以它的外面还是，就是普通的 frame 呢，所以它这边整个是 polish 的。这个是它的旁边，这里是 dark grey，这里是 dark grey，然后这里是，这里是 prism black，然后当然它的里面这边它的 nose pad 是这样子的。它的 nose plate 是这种，就是这样子，这种软的啦。然后这些，如果你们的这个坏掉什么，这些都很容易换的啦，你们自己都可以换的。这是第一个颜色，戴起来会是这样子，戴起来会是这样子，这个就比较大一点啦。如果是，你的脸可能比较大的话，可能还可以适合，只要你这边。后面这个部分不会太紧啊，不会紧到你觉得不舒服，那大致上是 OK 的啦。因为这边其实，这边如果是我戴的话，这边空间其实还蛮多一下的，这边，所以它的 coverage 就会比较好。如果你们脸大的人可以 try 这一个。下一个 color 是蓝色，蓝色，可能这个，因为。这个 live 的这个 camera 的关系，所以不是很清，它你要 focus 不太到了。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更详细的，你们可以去我们的 patch，我们的 patch 已经有 post 过这一个系列的照片了。OK，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那边我们已经有把全部的 color 都 post 出来了。
这是蓝色，这个是深蓝啊，像 navy blue 的颜色，它的 frame 啊，旁边也是，所、so, 它的 logo 也是，它的 logo 是 chrome 的 blue color，chrome 的 blue color，然后这个就是里面它的 rubber 的地方了，所、so, 这边都是里面都是 rubber 的，它的外面还是它的 frame 的 polish 的。所以里面大概是这样子，蓝色，这里是蓝色，这个是 Prism Sapphire，这里是 Prism Sapphire，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比较出色、比较 fancy 的 look 啊，可能你们就会蛮喜欢这样子的。这是 Prism Sapphire，这里是蓝色，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颜色。下一个，这个比较啊，这里也是黑了。OK，这个跟刚才那个啊，这里就是黑。第一粒刚才的是这个，这个是 gray。OK，这里是黑，黑的这里是 polarized 的。啊，对，这里是 prism polarized，这里是黑色。OK，看它的 frame，OK，这样子，这是黑色。旁边就大致上跟刚才那个差不多吧，里面的 rubber 是 dark gray，可能 video 不是很清楚了。如果你们想要看详细一点的，你们去我们的 page 找 border，这个是 ugly border，你们去找照片，那边就比较你们就可以看到比较清楚一点。这里是 prism black polarized，这里是 prism black polarized。它其实它的镜子的颜色还是会有一点 chrome 的，还是有一点 mirror 的啊，那种它有一层呐、啊，它都是有一层 mirror coat 的，所以它虽然是叫 prism black，这里是 polarized 的，这里是全黑。下一个这个就比较特别啊，这个也算是 gray 吧，应该。把它的 gray 又有一点点，这个比较浅色的 gray，也不是很像 gray color，其实，是这样子的。旁边 logo 是 chrome 红色的 chrome，rubber 是也是 dark gray，rubber 也是 dark gray。前面它这个镜子是这里也是 polarized 的。这里是 Prism Ruby Polarized，这里 Prism Ruby Polarized，所戴起来就会是这个样子。这个款式就蛮大的啦，坦白说，这款蛮大的，所以旁边这边位置都蛮很多，所以旁边戴起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它的脚我戴起来会到这一边啦。这里是浅 gray 啦，Prism Ruby。所以这一款 model 只有这四个颜色，目前我们只有四个颜色。我们再 recap 一下，第一个是这个 gray，它的 frame 是 gray。它这一个 logo 就是 matte color 了，matte silver。OK，这里是 prism black 了，这里是没有 polarize。再来的话，这里是蓝色，navy blue。镜子是 prism sapphire。旁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了。再来的话就是这里。这一粒是 polarized，这里是 polarized，这里是黑，这一粒是黑，这里就全黑了。Prism black，polarized，这里是 prism ruby polarized，这个就比较浅一点的 gray，比较浅色的 gray。其实这个颜色是蛮特别的啦，它的 frame color。所以今天总共是只有。这四个颜色啦，这一个 model，这个是 Oakley Portal，Oakley Portal，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 gray、navy 跟 black， 还有这一个，总共是四个 color。如果你们想要看比较清楚的，因为这个 focus 不太行了。如果你们比较想要看比较清楚的，你们去我们的 page， 我们的 page 那里，已经有照片在那边了，你们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们还想要知道什么详情的话，你们可以 PM 我们呢，你们可以 PM 我们。这是 Oakley Bottle，Oakley Bottle。So 今天的 Oakley 介绍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想要知道什么？其他的 model 啊，或者你们想要看什么 model for 介绍，像类似这样子的 live 的话，你们可以 comment below。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 model 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给你们看啦。OK， 麻烦大家 like and share 这个 video。我是 Patrick， 我们下次再见 ，Cheers。